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云，回来玩这个 Minecraft， 噔噔。然后一排没有玩，那现在回来玩有点好像变了很多。OK， 然后这个我的守护神，这个不知道上次谁留在我的家，然后他就不肯回家了。阿飘，我的守护神，好吧。然后这边我的家里就我扩建了啦，这边不是扩建，是我把它那些未完成的就完成一下啦。然后我把换掉这个萤石，然后这个是客厅的一样。这边呢就我的房间，然后这边就露台了，就这样，好吧。然后这边打算弄一个叫什么，那个附魔台。但是东西我还没有出来，就放空着。然后还有外面是屋顶，我还没有完成，我只起了旁边吧，好吧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呢，下面的那个仓库我就改造。等一下，这么讲卡了那边。好，那个这边就下去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隔层楼，这个就以防人家来攻打我的时候，我就在这边防守哦。嘿。好吧，就在那边有准备，我就这样射他，射他。话说我的这个好像没做完，哈哈，17只。然后这边是地下室了，就今天做什么呢？就打算去完成我的任务。嘿，射了他，嘿，耶，射箭算不算呢？18只，好吧。然后射多2只就可以。这个是谁？怎么有这种东西跑在我的家外面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么会破黑洞？哎，好恐怖嘞！打中 B， 他会不会来打我那猪人？这么猪人跑来我的家？哎，很奇怪耶！这么猪人来我的家？这个第一门，这么会有第一门？有一个牌在这边。这么我看牌是都是暗暗的。他轮 This is next to you by Gilio， 弄一个第一门给我，好吧？哎，射了他 ，zombie 啊 ，zombie killer， 哎，这样就拿到10个 K 了。哦，原来我之前那个任务拿着的话是不能退出的，东西我们就去拿过新的任务。任务是 mission， 好吧，每日任务，可是我们每日说，这次玩骷髅的时候又见他。是不是我还没有 loading 好？这么的这样卡一些，好吧，接受任务 ，yes。哦，接受任务，这是杀骷髅的时候。好，回家。有白兔跳跃了这边，嘿，就去附近看一下。OK 。这么这个会有一个铁路的在挂山车，谁骑的？可以玩的吗？没有车，没有麦卡，在哪里？没有挂山车，有挂山车，拿挂山车来完成，应该是还没完成。这个就参考一下人的家，谁的家这一间？放护杠板，没有护杠板，不知道谁的家。不要想，这个人是基德的家的。然后刚读基德号，对啊，基德的家，然后这间呢 ？Welcome。restaurant 吗？可以玩一点。餐厅，进去看一下。然后 ，Have a nice day。我们三个人可以进，进来做什么？拿东西吗？面包，这个 ，Dropbox 啊，这个是西瓜 ，melon。好奇怪的餐厅，可以坐面这样吗？坐着，不能坐。好了，然后看一下，另外一只牛奶木，牛奶木的家，牛奶木的家，这个是谁家的？这个可以放布告牌，不知道谁家。轩轩仔，咦，轩轩仔有留在哦，没有注意到。哇，看到你，哇吼哇吼，怎么回事？混乱一场，灭了你，耶、yeah ！神装在手，什么都不怕。哇，近距离射击，一下就可以射死 zombie 了一只 skeleton， 喂，
哇，也是挺强的这个。然后农田应该农田，喂，那边有一间家，两间家。想不到我这个孤岛越来越多人搬过来住了。这个是谁的家？那个没有嘞，这个一个地下室来的吗？还是仓库？这边嘞？哇，一点钱都没！哎，哇哦！你的家是什么回事？你的家为什么这多准备？我帮你清掉，我帮你清掉。等下之后你再还我萝卜，青蛙，青蛙吃萝卜。所以家非常锁起来。啊，有准备声，好吧，我帮你放出你的家。嘿，记得给我酬劳。嘿，嘿，还不给设定。嘿，欺负准备。我之前打准备的人跟我说每天一个准备，现在不要打准备，他一直一个准备。Skybound 会，有中，会，哎，这样也中，会，神色，谁打我？中力啊，你这个，玩偷袭，会，刚才那一只 GG 有没有？这边还一只，会，我一下中，我去看，哪里哦？不能拿了。帮我买的，这我不能拿。刚才这边还有一只是吗 ？Skeleton， 我记得我那边没有试试。喂，不进去，哎，在后面。喂，我卡了，我卡了。OK， 到处乱逛这边。哇，今天很多 Zombie Slayer， 喂，灭了你。这边光将标补起来了，这个标补起来，等一下走跌下去，跌下去，GG，嚣张的，会中神色，这个蜘蛛 skeleton 要做人喽，灭了他。嘿，这么人多 skeleton， 哎，就灭了一只，要 skeleton 做日常任务。哦，没有食物，不要拿食物出来 ，Enderman。哦哦，你的家又被 Skeleton 占据了，嘿，嘿，哦哦哦，哇，还有，哦，白天了，他们着火了，下去拿。这个地方是人自己堆砌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应该不是、啊。泥土，谁在得空把这个山的泥土铲到完？真的是太神了，神真一大堆。Enderman 应该是射不中他，我记得。好吧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么这个木好奇怪，你特地种的吗？哎。哎，这边好像也是被人开采过。想不到这边已经被人发展到像一个小村庄这样了。我什么都不用，我什么都还没做，我才只不过是不小心没有拿一两天罢了，结果就这么多东西了。这个什么号阿兵 ，Hello， 连接空空的。这个。小龙的家，小龙也是没人玩吗？这我都没知道。好吧，我这就 Skeleton 的岔气之吧，然后顺便去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好玩，好酷 ！Barko， 好酷！欢迎来到黑白跑酷。喂，我的东西不见了。会不会像上次这样哦？我上次这样去玩那个抢旗战，结果我回到家东西不见到完。哎 ，Welcome，Hello，Hello， 黑白宝库，跳跃吧，跌到我对用话，建筑师，哦，原来自己弄的吗？拿苹果来咬，嘿 ，Batman， 然后用 Pro。好吧，跑酷我不在行，
嘿，哇，跌下去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嘿嘿，哎，自动 teleport， 哇哇哇哇，小龙，呀，冲啊，喂，嘿，插到这样了，嘿，等一下啊，我不太习惯了这个，这样的话，嘿，嘿。嘿，嘿，不太习惯了。跳，跳，连最基本的我都跳不过了。跳，两个跳，跳啊！这个山，这个人，这个太远了，瓜。嘿，哎，果然是对我的太远了。跳，喂喂喂喂，跳跳。越跑越酷，越跑越酷，越跑 越跌越酷就有了，越跑越酷。哎，最基本的我都关不了关，搞错。嘿，嘿，嘿，去，我去做一个养鸡和猪一起出的。嘿，哎，这个不能的，为什么？会不会太远了？我觉得太远了，好像是可以的呢。太远的话，哎，不能，每次卡在那边，哎，卡关，卡关，你的跑步太酷了，跑步太酷了，你们设计的跑步太酷了，对，哎，也是不能的，好奇怪，哦，对，对，对，怎么前面就，哎。哎，这个脾气不好的人来玩，一定是非常生气哦。哇，这边如果有做那个记录的话，是真的好笑了。最差跑酷的玩家，这个就试一下换这个角度。哎，不能吗？讲哦，不明白，不能嘞，是不是要跳我吃苹果？跳我吃苹果。我吃苹果，哦，守护这次苹果，没有抓楼梯，嘿，快快，嘿，哎，不能，嘿，哎，不能了，哦，哎，好奇怪，跳跳跳跳跳跳，这个真的是。跳哦能哎，跳能的时候却跌下去，哎，跳跳跳跳啊，然后这个就比较难了，搞哟，可以用飞啊，飞过去看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嘿，嘿，哇！嘿，果然是手残的人玩跑步特别残。嘿，啊，可以飞过去看的吗？用飞看，应该是不能挂这边。果然是 not allowed in this area。哇！不看地板的话就不能跳，等跳。跳，跳，跳。跳，喂，啊，不看地板是对的，喂，不看地板是对的，喂喂喂，哦，不看地板眼馋，跳跳跳跳，然后这边就，喂跳，哎，不能的，那种要跑快快跳哦，做不到，太难了。哦，三个地换萝卜。对哦，我那边我的街还没有画领地，我们下去画领地。嘿嘿，滚！哦，好吧，最后一次，不能的话就没办法了。跳，跳，跳，呜呼，跳，
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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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好东西有在这一次，这边应该是会弄一个厨房了，厨房那个看着喽。然后这个是我的食物箱，这个呢就我的杂物箱，煤炭，好吧。然后我要去画领地，领地是用想一下啊，好像是用木棒画。我占领的地方，我占领的地方，我的家。嘿，我的家，我的楼梯在这边。好吧，就从这边。这个，然后去点第二个点对吗？点第二个点，点第二个点。第二个点是在右边的角落，所以应该是在这个这边。我的屋顶会几高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会几高。先暂时弄这么高先。两格凸出来，这边。哪里？对吗？挂两个。我会不会点太多啊？嘿，这边，然后select slice 可以看的吗？花费土地，要这样多萝卜，我没这样多萝卜。我没这样多萝卜，我再试一看啊，这个的话嘞。哦，我刚才点一下，有这么多个格哦，1500块不够点，那我点这边看，点这边，没有点到，点，然后点这边下面的话，对，哦，这样都要9000块。悲剧了，悲剧了！我没有这多钱，等我收这多钱的时候我才来了。还是我点我的家就好了，点我的家，我的家是这边。我点两个出来。好，这边。右边的角落是这边，对，好了，没 size， 然后我的家还要占2900，哎，我没有这多钱，说了，下次等有钱再来买了，哎，想不到我这样扩建一下我的家，大的，出乎意料，出乎意料。好吧，弄漂亮一点。我发现你飞着的时候，你做工好像会特别慢。如果你站在上面的话，它速度不同样，呼呼呼呼，那个就够快。站在地面做工比较不同，难道？好吧，虽然我的家没保护区，可是你们不要吃把鬼子做来炸我的家。哎，然后那个，我的小鸡才一只罢了，去拿一些那个麦，小鸡是吃麦草的对吗？好吧。怎么会变种这个马铃薯这边的？
这个要种麦田，马铃薯在哪里？这个是萝卜，马铃薯嘞？好，马铃薯填满的，哇！喂小鸡，小鸡会不会直接生还是要生鸡蛋？来一次，没有生，悲剧。嘿，那个鸡楼开一个地门，等一下，对面有东西。好吧，灯都冲开。哇哇！哎，有金盔甲，穿金盔甲。好，好好笑、哦。好吧，又晚上了，快点走去抢肉。哪里有骷髅？骷髅就是刚才那个水的家那边有很多啊！你的家被骷髅占据了，帮你灭了它。然后这边，这么你们很喜欢骑这种海的地方，这个是水的地方好像。有没有不高榜？没有写东西。好，这边嘞，奇怪的家，水的家这边，看一下不高榜 ，Mr. Cooper。Mr. Zombie， 你们的家这些电器也太奇怪吗？偷袭你！好，下来，地面站。萝卜呢？我现在很需要萝卜，我要买屋子。然后快点出来，快点，我要打怪。难道要我先弄一个那个神怪箱？去找一个神怪箱啊，弄一个神怪塔，看看你的家有没有被准备入侵，好吧，帮你关门，不然等下准备来到你的家又变成准备的屋子，不要跟我说你这间屋子特地起来做准备的，囚禁准备，有声音，灭了你，啊，眼馋射不中，哇、哦，精神的啦，啊啦，砍，耶。对 ，skeleton， 居高临下。哦，蜘蛛，哎，中了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秒掉东西。哦，有了，中。秒鸡鸡了，鸡鸡，这么多人抢。对，拿萝卜，拿萝卜，萝卜很重要。靠！哦，他被烧死了。他烧死应该是不算是我的，对吗？没有记错的话。哪里？什么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呢？哇哦！哎，矿洞有人挂件，矿洞有人挂件，下去看一下。是有人在过界，你们在挖矿，你们在挖矿。哦，没办法，我的家附近就是只有那么的一个那个悬崖吧，没有天然矿洞。哇，有金盔甲了！哦，两件还不用死，那这只刀没砍过，打中，又有一个金盔甲头，中，耶 ！Zombie baby， 喂，哎，还跌下去。接下去，哦，中，哦，哎，好吧，我站在这个地方看你们怎样来。Skeleton， 我要。后面他们来一次攻击他，太爽。哦，他是烧死的，哎，烧死的就不算我的了，应该是。哈，中，蜘蛛，哎呦，我会跳啊，蜘蛛，神反。Baby baby， 没了你，喂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哦，金盔甲头的 skeleton， 中，头没有中，对，我杀几只了，十二只，哎，感觉刚才杀很多只，可是没有算进去吗？对。算了，精神，
用精神战的话，应该是会比较确保。那只是我看到了，我来定，一记后杀剑。哇，他怎么是说他？他打我自己第二句。好吧，中。哇，没了你。过来了。哎，要点亮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中我的火烧一块。神闪的蜘蛛，中，直接断，啊，瞄准，中，喂，没事，做实验一下，十二只，哎，果然是啊，这个刚才就是他被烧死的，是不算我的，那我用金簪呢，等一下那个 skeleton 打得过自己，还是飞了。哎 ，Skeleton， Enderman， 哎，过来，哇，玩金枪的吗？哎，这也不是我的，哎，很不公平，这个我能做 ，No， 哦，看，牛逼。看胶子，看镰头吧，看哪、啊，看，然后是灵魂，神 God of Rabbit， 什么事哦？喂，来吧，啊，被烧死，哦，附魔弓，他为什么会附魔弓？哇，神！又点亮了，牛逼！灭了你！哦吼，弹蛮远的。Skeleton， 烧死烧死之前射死他！耶，这个应该是算我的吧？哎，十六只了，现在耶！哦吼，中！哎、欸，我还少是住个 skeleton， 可是你天亮了，好吧，没办法，完成不到这个 skeleton 那个是攻击了，就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。阿飘你好 ，Hello， 有名字的，有名字的，神，他就是我的神，好吧，嘿，进来，嘿。前面好了，这一集就拍到这边为止了。就看到我跑酷非常的差，然后自产路也做了，然后又买物资又买不成，然后现在很失败，这什么东西都做不成。好了，这一集就拍到这边为止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给我一个 like， 如果对我很有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